烟就这样掉，然后他起来打你。不是换丢完，把那个枕头丢下，我是换丢他。你就跟他坐在那边按枕头。等一下，我从这里丢下去。你明天就站在这个正中央，然后大家都这样 K 你。哎，终于不是 K 我了，好爽。终于不是 K 我。哪有？上次是 K 我。是啊。来，对着镜头笑一下。你都起花灯那次。对着镜头笑一个。对着镜头笑一个，喂，不要挡啊！对着镜头笑一个。阿公加油！在帮你拍，加油加油！妹妹辛苦了，加油！加油哈！好，果果看这里，你不要闹啦！我讲真的，你不要闹，你不要破坏景象好不好？这样感觉人家骑得很慢呢。来，你们两个。休息一下，会有厕所吗？有，那里。横着很冲了，到站。不要过来哦。旺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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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旺旺。嗨，出来晒太阳，出来晒太阳，过来这边晒太阳。小黑黑，输掉了，好可爱哦，阿姨。都有蜜蜂，猪猪有蜜蜂啊，对呀、啊，小猪。他们是双胞胎吗？他们呢、啊，
好啦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就更娘了，这样更娘了。小猪呢？来拍照，拍照。摸一直摸他。好了。拍照片就好了。这不能拍照啊。可以的。不能。你去问小阿警官，哎，心碎啊！我等你水天告啊。水啊！我刚买了。那去跟他们要水在哪里？你问这工水在哪里拿的？下那个厕所那个地方。会燃烧，不是会爆炸，好不好？会又爆炸。我是空洞火车，我是空洞火车。爸爸，你需要椅子吗？不用。是哦，对啊，那个没有，不挨一波车子，不挨不挨，这个太小了。你们尽量离锅子远一点，我要拍。没关系啊，因为水烧一下。我觉得你太急。另外一锅没有关系。哦。爸爸，面对镜头笑一个。耶。好了，哎，那你来帮忙把泡面拿出来。好。然后把它打开。来，陈晨，你拿泡面的时候给我拍一下。这两块。现在拿一个煮咖啡，要煮开水泡咖啡。需要美工刀吗？美工刀啊。
哥，你就车上那个车上找我的背包，蓝色那个。哎哥，吴颖在那边。我知道啊。你等下要不要骑？不要。我等下要骑呢。我要会喘啊。啊？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做，我连从下面楼梯上我都会喘。高山症啊。你去把爸爸的那个小的背包里面，那个是高山症的症状。你去拿一颗药吃的就好了，赶快。好，来切吧。所以你会造成一个换气，多换气完以后你就会头痛。先不要切这里，先切这个。哇，先切这个，先切这个，这个先切。高山症，高山症。好，来。欸、快点，快点。那高丽菜先拿给我。阿成。我在切泡面的工种。这个当桌子。要不要做？用这一面切，这一面比较好切。没有，这样高度正好了啊。这个可以打开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快，那高丽菜拿给我了，宋晨。我在切。在下面了，不是那个，这个了，对了。我在切吗？话鱼想什么？来，走开。哪一边啊？平的那一边。好，尽量。我手后面没有东西。你们尽量不要挡到镜头。来了，深沉，小心不要挡到镜头。哎，煮高丽菜了。后面。你们没有帮我打开。妹妹，你去找看有没有剪刀了。我有美工刀，可是在车上。我现在不能帮你，我有工作要做。我觉得他在呻吟的、哦欸。如果肚子饿的话，这边有奶酪什么可以先吃一吃啊。奶酪基本上可以不要。他在呻吟的哦。啊？那这个，因为奶制品哦，通常会比较比较高。我突然接到。接到是什么？啊对。接到是什么？啊对。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你在等什么？不然那我不要再分享。今天晚上吃什么？面包。泡面。又吃泡面了。明天晚上，明天中午吃什么？泡面。都吃泡面了。对呀、啊。这个礼拜吃什么？泡面。礼拜天回去变什么？泡面。木乃伊。还要反应吧。深沉，看镜头，下一个。开玩笑。哎，好哎。好丑哦。对着镜头，下一个。快没电了哎、欸！哦，高丽菜来了。美味的泡面粉。好香哦！爸爸，嗯、看着镜头，泡面香不香？香。
好哎、欸。另外这一锅都不用动了、哦。另外这一锅都不动了。你好恶心哦！来，对着镜头下一个。又盖起来了。应该没那么快啦、啊。哎、欸，但是从北京是有5公里。那也要，那最起码要一个小时啊，这边有6公里呢。哎、欸，妹妹那边有一只酒。煮泡面了，好香哦！认真煮泡面的男人。哎、欸，阿成不要在那边。认真吃泡面的男人。哎，那我这条子怎么不见了？人家还要做回来。泡面好不好吃？快点！好，我再拍了。美味的泡面。那你去把陈志成泡面好不好吃？阿公那边呢？大声一点。这么小，一碗怎么够？好吃哦。大家都爱吃泡面呢。但这种时候吃泡面是一种幸福。有这些感会哭吗？年龄过十年，我坐到位置好刚好，一边享受一边怎么样？我都没有超出那个。老妈，你去拿相机在这里，你帮我们两个拍。我不要，拒绝，我怕被车砸。哎呦，是辣哎，是不是男人？拍到了耶，吃泡面的样子。不是要拍那个很好吃的耶，然后再拿给陈昭看。红人啊，那像白痴哎、欸。那什么叫很好吃的脸啊？你也不表示很好吃。还要吃哦。需要把猪皮起来啊。你还要吃哦。好啊。吃几碗？你们就四碗。好啊、我们两个先牵车上去了。好啊
耶、yeah ！你看啦，污染了啦！换个 pose 吧。没关系、啊。再待下去就变刀就。吃泡面了，快点！往这边骑，往这边骑。终于到了。神吃泡面，两个神了。你刚刚有几个神啊？泡面好不好吃？我要几个吧，超赞快。所以一来就不会散。那要下火怎么办？就两个、三个，还有一个吧。我听起来不得用什么来吃，这小龙没这样。他不是要鸡蛋吗？这个是不然呢、欸？对对对对，啊不然呢、欸？啊不然放在这里是要干嘛的？对呀、啊，我们在这边，这不都是很愧疚呢，没有没有陪伴你们。像有辣的那种吗？没。泡面好不好吃？北宫今天好不好吃？你去叫大舅舅啊，大舅舅呢？那我菜心了我哎，就剩下大舅舅你还没吃了。佛牌，你现在吃什么都涨。哎、欸，妹妹，等一下，我要骑这一段。即使膝盖断了，我也要骑。这边差不多三千米。这边哦。泡面好不好吃？你现在头还会痛？哦，还好吃。头是不会痛。你去车上爸爸的小背包的最前面防水袋里面，去拿一颗药出来吃。把你收一收，空了就我洗了。对着镜头摆一个 pose。哦，整个再摆换一个 pose。不可以看。随便你。我看看我。慢慢加我记得应该是错两个，哦，错两个，错我没有在注意。哎，我怎么变成坏？很正常。我等后边。没关系，都一样，两边都可以。我手好酸哦。甚至跟你一起的衣服。你帮我扶一下好不好？乖了，你帮我扶一下。很酸呐、啊！好，别没关系，你就先这样子。我让我右手休息一下。加油，快结束了。根本记不得。嗯，快点，没关系，你可以的。好强哦！
应该也有 B 了吧？有 B 有 B 了。哇，强，超强！这错，我猜对了。起来呀、啊！起来呀、啊！洗菜啊！我就是个。安静，闭嘴，我不会。安静，闭嘴。哦。我要去换。他等下中箭，然后。哎呦，闭嘴了。他等下，他等下发财，最后谁丢的？可惜了。手机谁的手机？我的。手机呢？站着，我等下自己去。喂、欸？靠！我到了下面。哎、欸，不要挡住镜头！这是这头发是二次，呵呵呵。我终于可以在玩。你干嘛说是耳屎啊？很像耳屎啊！阿成，你不进去里面，老张拍不到你。弟弟，你个电动自己修的。哦，只好用。一下抓一下脚。昨天被蚊子叮爆，超痛。不要挡住我，看不到。好，弟弟。哈？电动嘞，你抽起来。小黑在那里啊。但是山洞一定要开得很暗，这个是隧道里面的。像你要低下来，下坡低下来才看得见嘛。就稍微注意一下，继续的比较安全。就是安全，下坡的时候小心啊，不要放手啊，先喝水，然后分享。然后如果说前后有车子哈，用接力的方式喊，前面有来车，第一台车喊有车，然后后面接力这样喊，喊过去，然后后面有车，然后后面有车的话，一样从后面。你这些走国道就要进车了。不是，你想呢？加班。无聊。小朋友早。早。阿伯你好厉害。早。哎、欸，是你哎。呜、哦，好快。这台闪光灯机跳起来。耶、yeah, ，到了。是哟。然后一个勾到了，啊，有朋友你的，小娘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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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还是小娘娘，哎，这我怎么拍啊？再骑回去再下来，好，这样拍，这样你都跟大宇宙不同，是不合群。哈哈哈！啊，太有理。哎、欸，我拍到吗？哦，比较老的。哈哈哈！嗨。好累哦。我知道你很老。你输了，你知道吗？
志成。你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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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烂你烂吗？你刚讲什么？你什么？你烂？不是啊，你前面那个、啊、什么什么什么卡、啊？什么？你烂呢、啊？不是就你烂呢、啊？你刚不是讲那个吗？